下我们的一个影片吗？说到屏东，你还觉得它只是个文化沙漠，或是去垦丁会经过的地方？2013年8月，在屏东火车站不远处，后壁艺文实践研究所正式开放。如果你喜欢艺文，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讲座、展览和课程。如果你喜欢创作，他们有 Co-working space，提供你空间和交流机会。如果你喜欢表演，他们有精致专业的舞台和音响设备。如果你喜欢旅行，他们有背包客栈，可以用金钱或台币来换。如果你只是有那么一点好奇，后面也就是一个让大家随时可以来相聚聊天的欢乐班。快叫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房东、已经朋友还有兔子队长一起走进实验研究所，帮助小屏东变得更好的爸爸妈。这个有没有很雅虎的感觉？太厉害！其实这个是这个 Homie 是我们在屏东的在八月刚启动的一个艺文空间哦。那非常实验性的在一楼、二楼、三楼其实做了一些，等一下会介绍。那这一个短片其实就是背包旅客他来到那边住了一个晚上，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什么都不想要，只想就是你可以帮我们宣传一下。他说没问题。就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给我们这支影片。我们都觉得有兴趣来交换，交换厉害哦！我说你是在雅虎工作，那感觉就很像嘛，连动画都是他自己做，一手连声音都是他做的。所以他是女生哦。对，女生。介绍一下。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我自己的公司其实在高雄，那我自己是屏东人哦。那我今天主要想要去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大概在做些什么事，那。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些行程表，就是说，从2005年其实我就开始创业，我屏中毕业之后我就创业。那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摸索期。到2009年呢，我们很疯狂的去跟政府标了访寮艺术村这个团这个空间来做营运。大家有去过访寮艺术村吗？有，我那边很多老师。是是是。那2009年就是我们去掌声管理那个地方哦。那从那一年开始，其实我们开始建设的那一网，我们发现说有实体的空间加上虚拟的环境，其实非常的重要哦。那开始建设了相关的一个系统。那在今年呢，我们成立了艺文实验空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在第10年，就是我创业第10年，其实在2016年，我希望可以出书，然后把我们的过程中把它变成是一个展览，然后出版。那接下来呢，我希望10年就退休。当然，退休其实是迈向下一个行动的可行哦。那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概念哦。透过整合的一个能量呢，去做了相关的像防救灾，是因为屏东莫拉克。那我们协助那时候自控来非常多的人，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县政府怎么变那么聪明了？其实是我被抓进去，3个人被关了半年都没有让我们出来，就是帮他处理这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哦。那南艺网其实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能量，然后我们每年的盈余5%呢，成为我们运作这些费力或者是一些推展能量的一个利基哦。所以大家看起来说南艺网好像都不收费，也没有广告，奇怪，这群人怎么活？然后这群人好像越来越多，从1个、2个到现在5个，可能接下来我们现在又多了2个人，所以接下来是7个人。那他们是用骗的还是就是我们其实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哦。那这是我第一家公司，然后这是我第二家公司，然后还有其他的是没有列出来的。那后面是我们一直在现在很积极在推的一个实验的实体的一个空间哦。那我们整体的概念呢，其实希望透过民间虚拟跟实体的一个运作，那就是在焦点，其实在南部我就跟他们在讨论说，应该要让它怎么样更多热络。那在我们现在公司其实在做一个 MyArts 的英文系统，它是透过实体的导览系统加上网络的运用。那呢，我们其实做了蛮多公标案的。那在学界的整合跟公部门的串联呢，其实就从这里你会看到2个字，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在这个领域里面，除了可以跟他做标案的合作以外，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补助的资源可以来做运用。那学界就是人，那他也有专案的一个资源，所以透过
公司去跟他们来谈专案、谈补助，其实就有基本的能量可以来运作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呢，其实南一网它很简单，就是与大家认识，然后认识大家。我们这样做，我们发现说，没有了包袱哦，其实空间越大，机会也越多。而在一个精神里面，就是累积将是文化行销最基本的基本功。这大概是南一网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精神。透过南一网，其实我们自己已经推了3年的文化生根的计划。那其实达艺展我们也合作，积木展也有。那加上我们自己现在也有实体的空间，加上我们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屏东人，那我非常的坚持一定要回去屏东做一点事哦，所以很多事情都跟屏东有关系。那台湾传香呢，它其实是针对南一网，其实支持它所有的硬体跟网站上面大概有上万张的图片跟我们台湾庙宇非常有关系哦。那这个网站呢，在今年也做了出版，也是由政府来支持。然后这个作者用心之后，我们开始要做出版。这些讯息或许很冷门，但是对我们的宗教教育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南一网其实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相关的一个议题哦。那这一块呢，画的密密麻麻，大概是我们的商业机密啊，这是就是靠这个赚钱的啊。就南一网其实在做这样的会诊。透过很多的系统，然后导入连来连去之后呢，跟我们的公关公司其实就是做媒体去做连接之后，再把这些资源再次的旋转一次，它其实就会产出所谓的不以主体获利为主轴，而产生更多的效益，所以获利的点其实是更多的。所以呢，这一块呢，大概是我们下半年度很重要的一个商品，就是 MyArts 的艺文导览系统。我们会把它过去的那些一只黑色的东西，它可能要花好多钱。可是我们透过网络加手机的运用，让它不只有声音，还有影像，甚至于还有图片的一个运用哦。这可以看到刚大概写下几年，今年我们才会发布。那目前也有跟远传在谈合作，就是这块是比较商业的。那在理想部分呢，我们希望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再小的展览都应该有导览，因为导览可以让很多的声音跟很多的故事更深入的去了解。那科技突破时空，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的运用哦。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串联，可以有更大的效益。因为只有一分钟，就要走比较快一点。接下来就讲到屏东哦。我自己是屏东的，所以我非常坚持一定要从屏东出发。那我觉得在黑暗中点起一根火柴，你就会成为最耀眼的一个光点哦。那必须忍受未知跟孤独，好，这是我们在屏东的一个精神。因为我觉得根其实是很重要的，屏东是我自己的家乡。10年来，它其实我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是美术班的，10年的艺术的滋养，那开启了这样一扇门。我们希望透过就茁壮的根，其实可以让我们更能量、更多的事情去发生哦。所以在屏东，我们就回来我自己公司的营运什么的，然后弄了这一家疯狂的行动。在1个多月里面呢，我们已经办了这么多的活动。那也会让南方影展在第一年来到屏东，那这是我们10月的活动，可以上网去看，不一样的环岛精神。那我们也提供 co-working space 编辑，然后还有公平贸易咖啡。那整体上呢，我们就希望透过整合，让整个能量供企业，它其实赚钱就是取之社会，那必须回馈社会的一个概念来做。那明天呢，我在御书坊7点有整整2个小时，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怎么做？那在屏东干什么？好，那以上大概是我的一个分享哦。那脸书可以打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我的讯息哦。那我有看焦点，每次都要留一句话，所以我的一句话是：以没有任何支持下做准备，而每一个支持都会是加持，而非是应该的。以上，谢谢。